咦，见鬼！干什么呀你？睡觉。干什么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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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也能吃点，你他妈饿死鬼投胎，看见没有？注意卫生，生冷勿近，懂不懂？小家伙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你哪儿来的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
笑死了，你拿昨天帽子卖钱。你还要不要？不要了。你们别等了，到底去不去？小冰山，快点！开车子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样？那你懂不懂规矩？什么规矩？大斌，此山是爷开，此地是爷管。你要是在我的地段上混饭吃，你就得听我的话，守我的规矩。守规矩就守规矩好了。好，哎，我一句，你们大家都听着啊，他也算是我们的小兄弟了啊。以后有什么事情呢，大家要招呼招呼他。好，小狗子。哎。规矩你教吧他。啊，你带着他，懂吗？啊！嘿，小牛，哎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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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们还有谁没交，快交上来啊！我要给亚叔交账去了。今天进账不错吧？那拿来。你干什么？怎么规矩你又不懂了？三毛，你给小老大吧，这是规矩。三毛，我挣的钱我怎么要给他？你打人？打死你这个小偷！别塞啊，这个地方不是你能进来的地方，出去。国家未来的主人翁，我们要爱护儿童，我们要尊重儿童，我们要给儿童们看过去，
我们要给儿童们服用维他命、蛋白质、钙质、铁质、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吃，还有我们要给儿童们水果吃，因为这个水果啊是最富有养分的，所以儿童们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。还有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到，要给儿童们温暖舒适的衣服穿，不要使他们爱冷受冻，要使他们保持清洁美观好看。更要紧的，我们还要给他们书读，要启发他们的知识，培养他们的兴趣，使他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公民。此外，我们要大家记得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是你们的节日，你们应该高兴，应该走到看见快乐的队伍里去。小扳手送到局子里面去，眼睛瞎了吧？哎，朋友，东西没丢算了啊。哎，你要怎么样？操！嘿嘿，算了算了，小老弟。嘿嘿。你还认识我吗？嘿嘿，哎，肚子饿了吧？哎，
到我那儿吃饭去。变几套魔术，跑两下，给这个小兄弟看看。有事有事。不想干，我的东西给冲掉了，什么东西啊？
当药方，一点钱还当大，都是有用处的。家里的病人还在等着，你看这可糟糕不糟糕呢？老伴儿，这是你的吗？谢谢你，真是谢谢你，小弟弟啊！哎哎，拿点钱买糖吃去。不要，不要。三零三爷，我看你看都好人不？好孩子，别吵了，妈给你买料子呢。你看这段料子漂亮吧？哦，这段料子才好看呢，买回去给我们北北做新衣服去啊！你听话，乖啊。好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。啊，好啊，好好好。哎，怎么少了几块料子？是刚才找的。这个小孩是哪一家的？干什么？刚刚我们这扫了几单料子，不要搞好吧？去，阿姨在叫你。
朋友，朋友，一小扒手刚跑来，你看见没有？没看见。我看他是向咱们跑来了吗？不是，没看见吗？卖孩子了，有要小孩子的不？卖孩子了，我们实在养活不了这些小孩子了，只要您太太领了去，让他们有一碗饭吃就行了。这些孩子不合适。这孩子不对不对呀、他是没有大人的呀。哦，哎，小孩，你们家大人呢？没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出卖呢？肚子饿，要吃饭。吃饭？那容易啊，你干嘛要出卖呢？跟我走，不过可要听大人的话。真的。进来吧。太太，孩子来了。这孩子身家清白吗？都打听过了，是很好人家的出身。嗯，聪明吗？聪明极了。听话吗？他就知道听大人的话。嗯，过来。
啊，以后你就叫我妈咪好了。妈？怎么，你收这个还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儿子。啊？这是你们董事长我哥哥的意思。你以后不要叫三毛了，叫汤姆。汤姆，我不要。要听大人的话。我，哎，大林，这样才对呀、啊。好。哎，吃点点心吧。钱呢？哎，用叉子，用叉子。喏、no, 要这样。吴小姐，这个礼拜六我想为这孩子请一次客，开个 party， 请你多教教他，让他多懂点礼。Thank you.
什么？我说打死你！小少爷没有，吴小姐正叫我找他呢，赶快找，下边就是小少爷的节目了。是，去去。
是汤姆少爷的独唱 Oh My Darling。太太，到处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小少爷。混蛋，你们管的是些什么事情？
给小兵家都给我赶跑了。你们这批混蛋，你们这批废料，怎么会让这么多的小兵怎么跑进来呢？司长，不是我们，是小少爷。小少爷怎么了？哎，是我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叫他们进来的，怎么样？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在地下室昏倒了、哦？好点了，好点了，大姐，喝好了。怎么样？谢谢上帝。还嗯呢？这都是你做的好事。你说什么？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瘪三儿子惹出来的事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看不到领这个儿子？你说我是瘪三？你才是逼灾，你是大逼灾老混蛋。哼，是长胡夜胡，我是三毛。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。我听你这个毛妹的话，呸！你们把这个小瘪三的衣服给我扒下来，给我赶出去。是。谁穿你们的衣服啊？我还不高兴待着你们这了。